单打。点下去，投手下丘来做处理，对，稍微落一下，只能传一垒了。哎呦，哇，一垒这边传还稍微有点点，让高杰比较难做处理。嗯哼，要不然这个球啊，如果顺利接到的话，是有机会把球传向二垒这方向啊。这个球直接回棒落空，遭到三振。回棒落空，三球三振。内角主审拉掉。那三局的上半，这个球，哇，更干脆了呢，吼，对，直接飙直球了，两两坏。这个外角球再不打，那主审帮你拉掉。回棒落空，最终林子安遭到三振。回棒落空。最终外角的一个好球进来，让李浩伟挥棒三振。在今天台体大的先发投手邱志鹏用了66个好球，40个坏球，投完前面的八局之后送出了7K。